相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。我尝试找答案，答案很简单，简单的很遗憾，够不够这样洒脱。18岁的时候参加亚洲刀工艺术大赛，获得冠军，他有刀王之王的称号。练这个要练多久啊？对呀，花了快100盒，练100盒都有，好可爱。有没有看到？爸爸是康雷嘛？对，康雷和张红，两位都是歌唱比赛出来，对，所以非常棒。那这不可能吧？嗯，那个老虎不可能生出猫嘛？因为这个是 NBA 的，对呀 ，DNA，DNA， 非常好。这也是后面才开始就是喜欢音乐的。今天要跟你一起联手演出的是谁？哎，他很厉害，他在18岁的时候参加亚洲刀工艺术大赛，获得冠军。Sorry， 刀工，对，刀工，刀工，而且他有刀王之王的称号，亚洲刀王。对，这个歌唱表演，然后能够跟这个刀工一起，可以 match 吗？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都已经来不及，算了吧，不付出过什么没关系。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，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。不想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。说不想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。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他疯了。都别追究，算了吧，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。终于得救，我不想再献丑。没办法，不好吗？大家都不留下，一直勉强相处。想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。说不想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。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。就算错过，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，还算不错。当我不在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你够不够这样洒脱？说不上爱，别说话。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将一切都体谅，将一切都原谅。我尝试找答案，答案很简单，简单的很遗憾。因为成长，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。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。谢谢。哇，健全健全，很可爱的
设计的。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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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这个大师，大师叫什么大名？宇强啊。宇强，这个都是你用这个蔬果类这样雕出来、啊。对对对，蔬果，全部都是蔬果雕刻的。这还好厉害啊，好可爱、哦。而且这个好厉害，这个皮刚好这个却变成是他的外套。对啊，然后那是西瓜皮，这会让我们想到破，你知道吗？哪一个？破。这个在捷运上面有没有？对，黄色。对对，拼点击率啦，是啊是啊。哎，刚这个说唱说唱，谁的歌？刚刚是 JCZ 嘛，所以是 JC， 对 JC 的歌。对，今天都跟 J 有关。对，今天都跟 J 有关。非常好听。你几岁开始切这种东西啊？啊，我高中开始。哇。对对对，念高中的时候就请教我爸爸。餐饮啊，爸爸受爸爸的影响，对对，爸爸也是。吴秉承吴师傅，就我爸爸。哦。老爸就来特别看你，你这刀工摁是要得。我们现场要不要加码？加码秀一下可以吗？因为他还有刚刚因为时间的一个角度，我们现在不给你时间压力。好，好吧，你来一个，两个小时带来那个绣球豆腐，绣球豆，绣手，绣球，绣球，绣球豆腐，来来来来，从盒子切啊！哎呦，对对对，直接这样子，哎呦，哇哦，然后等下就可以直接滑出来，这刀好利哦，哦。直接滑出来啊！一不小心就滑出来。哇，这个也是哎。然后我们要先取掉上面，取四分之一。好，四分之一。哦 ，OK。上面不要。对，上面不要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还有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厉害，厉害！你还有空？你还有空开玩笑？好，然后再是上面。要左右摇晃、啊，那个，宇强今天比较紧张一点，因为这个爸爸在看。不，重点不是我们，而是要在爸爸面前。对，爸爸在面前耍大刀。对，好，开始。哎呦，哇，哎，哦，我觉得拿捏超疗愈的，那个力道要拿捏的刚刚好，每一刀都不能断哦。对对对，还不能切到底呢，还不能切到手。真假哎。这是嫩豆腐，对嫩豆腐很难切，对，所以那个力量，它必须要一气呵成，对对对，不能停，对，好，哦哟，然后要记得补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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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要保湿，保湿，哦，很重要，好，水水动起来，再来呢，另外一个切面，哇，哎，但是要练这个要练多久啊？对呀，哦，花了快一百盒。啊，一百盒都练了一百盒啊！对，一定超过的。嗯，每天都豆腐汤啊，豆腐对，因为就有食材剩下的，不要浪费。还有曾经切到手，所以你看中国的菜啊，这讲求的是色香味，对，要俱全，都要对不对？东酸西辣，南甜北咸，是吧？它各路的一个菜色。那在江浙菜来讲啊，有强调是所谓的本帮菜。上海菜为有名，全中国厨师最多的地方，你们知道是哪里吗？湖南长沙？不是不是，是顺德。顺德的大厨啊，遍布全世界各地。哦，对，啊，哦哟，开花了，我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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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手，这个手，手势很重要，就只要中间那一朵。哦，哦，哇，主要是中间，哎呦，哎呦，漂亮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好可爱，有没有看到？阿哥有，有没有？感觉里面很掌声鼓励一下，哎呦，厉害！高手，高手，高手！宇强，宇强，宇宙最强，谢谢，好不好？爸爸给你的期许，哎，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豆腐的那个天女散花哦，来配这个歌，说散就散，哎，对哦，然后那个刀子啊，来一些那个节奏感，敲打，对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四三，哎呦，哎呦，两三四五六七。也是过关了。